北回归线上的东石人码头，来到这里除了可以欣赏壮丽的海岸景致之外，也可以到港口市集走走逛逛。除此之外呢，这里也是非常多小两口喜欢来约会的浪漫景点哦。推荐我来这边吃，对他说这边有一个200块鹅啊吃到饱，对啊就慕名而来，场地直送的，北美然后鲜，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，每一个壳壳它都直接烤一下就开了，所以代表它很新鲜。刚熟的时候它的汁液是白色的，就像牛奶一样，很甜啊，真的是海中的牛奶，大颗小颗都有，但是平均起来蛮大颗的。嘉义东石绝对是今年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，大家看看，现在可是平日哎，就是整间店满满的都是人，就是为了我眼前的这个烤客，大家完全来到这边就可以当烤客大富翁，因为它只要200块就可以吃到饱。通常你在夜市啊吃3颗100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，200块吃到饱，等于你吃超过6颗就已经超级回本哎。而且老板真的是没有在怕你吃的，每一桌都是直接一桶一桶的水颗在这边，你看，蛮很简单啊，其实就直接把我们的颗放在烤炉上面烤，然后等到壳开了，我们就轻轻一吐，就起来了。产地直送的烤壳就是这么鲜，就是这么甜，哎，不愧是人家称之为海中的牛奶，好甜好甜哦，不需要加任何的酱就已经非常好吃了。那么如果来到这边，值不值有烤壳、蛤蜊啊、虾子啊，或者想要吃一点主食、面饭也都可以，自己挑自己选，这些也都非常便宜，来这边真的是超级经济实惠。跟我一起当烤客大富翁哦！高跟鞋教堂高度约17公尺，宽度约11公尺，主结构由1260种根钢架组成，外表共约320余片玻璃，造型相当亮丽美观。其设计与装饰不仅是全台第一，更是全世界唯一。高跟鞋象征每个小女孩都曾梦想有双漂亮的高跟鞋，伴着自己走出美丽优雅的人生。嘉义县东石乡又被称为科之乡，在1970年以养殖渔业为生。早前因养殖业抽取地下水源，导致土地承受不住而地层下陷，海水淹没陆地，当地村民也因而离开了白水湖寿岛。今年国片《消失的情人节》在此取景，因此这边也成为 IG 爆红的打卡景点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嘉义县东石的寿岛，因为潮汐的关系，海水会掩盖我们的道路，所以也有人称这边是消失的道路，就是觉得很浪漫啊。尤其现在这边吹吹风，看看夕阳，真的很美耶。你在这里干嘛啦？这个马桶不是给人上的啦。浪漫的港湾，甜美的仙科，迷人的风土文化，都在嘉义大县。旅行的迷人之处，就是随时都有不按牌理出牌的激动心跳。